我们现在荔枝，然后那边是荔枝大学，他们的建筑就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这边推荐一家非常好吃的中餐，叫做家 Home， 就在荔枝大学的这个门的对面就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刚吃好饭，对，要去荔枝的市中心的一个非常好看的 shopping mall 逛一下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荔枝的大学吧。到了荔枝的市中心，然后我们要去一家最新的 shopping mall 逛一下。然后它这边的荔枝的建筑都很好看，你看它大街上的这些路灯，然后这种红砖建筑就非常的有特色。然后但是另外一边又是这种非常现代化的一些新的建筑。然后这边天气也很好，因为大家知道曼城就是一直下雨，然后又有雾。我们刚刚从曼城一路开过来，就一到荔枝就整个都天晴了，就真的非常的棒。那我们现在就随便逛一下吧。嗨，我们先欢迎来到荔枝。我们在荔枝市中心一个叫做 Arcade 的 Victoria Arcade OK 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它这边就是一些新建的仿古老的建筑，不是新建的，不是新建，这就是老的，对，它只是翻新过，真的这里太美了。Yeah， 然后就它整个上面就是圆顶的拱形的建筑，然后它旁边都是啊，太美了，喜欢荔枝，开心开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什么 exchange？ 啊 ，coin exchange。它也是一个古老的 shopping mall。拍到了大家闯红灯的。不要闯红灯。可以进去吗？我没进去，因为我之前来过，赶快修，现在修好了吗？感觉这里。
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走。Hey guys， 我们现在从利兹往东北方向走了将近两个多小时，我们到了 Newcastle。然后 Newcastle 呢，它是一个沿着这个河两岸的一个城市，还有这种非常多这种大桥，还有一美丽的市。这个河应该算 canal 吧？知道，因为这边我看到有一个 travel museum，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条运河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稍微逗留一下之后，要去一个叫做爱丁堡那边，就这样一路开回爱丁堡，大概还要两个小时左右吧。你家海鲜吗？开了 Newcastle 之后一直北上，然后本来想去一个海岸线看一下的，但是那个海岸线呢好像是私人的领域，就还是可能晚上关门了，就是进不去。那我们现在到了苏格兰跟英格兰交界的一个小镇，叫做 Berwick。 之前跟 Ryan 去过一个叫做 North Berwick 的地方，这边就是没有 North， 就是 Berwick。 现在很黑，因为我在高速公路旁边一个神奇的地方，距我前方50米就是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边界。